中国大陆的军演，我们看到，中国大陆的军演跟2022年的封岛军演相比，这一次解放军军演最主要特点是什么？对台湾又意味着什么？ 我认为这次军演跟2024完全不同。2024只是在那个阶段，在那个情况下加了一些压力，加了一些剑拔弩张的氛围。而事实上，我们也晓得，佩洛西是个毕业旅行来到台湾，要了堆钱，然后拔腿就跑，是不负责任的。可是这次2024的这个联合利剑2024A。 我认为是真的来真的，而且来真的的压力是不断的在演练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，你今天台湾总共的飞机有多少架？300架好了。那么如果大陆出现了这个家属在东南西北甚至于外岛超过这个家属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这种的压力让 台湾的军队疲于应付，让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们才知道所谓的军事不是口头讲讲，军事完全靠的是实力、战力跟平常的训练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目标一致的决心。所以，我认为从这次2024这个联合利剑 A 的演习以后， 这个整个的演习将来会朝向这种常态化、系统化、实战化的方向去做，而这个做法当然会带给台湾非常大的压力。而民进党既然赖清德，你敢这么说，那你们就拿出方法来应对看看吧。我不认为辜立雄他们这些人，而且这些人他们 都是口头的，他们没有当过军人，所以当大陆以实际行动作为加深的压力，作为一个这个让大家来相信，啊，你要是不好好的坐下来谈，那么你可能遭遇的后果不是你能够想象的。武力解决虽然不是我们期望的，可是 绝不放弃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，我是赞成。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。